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你们要寻求造人的上主，时常想望瞻仰他的慈言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，也赐给你。圣保禄在今天的读经一责备他的同胞犹太人说，义子的名分、光荣、蒙悦、法律、礼仪和恩许都是他们的，可是他们不接受耶稣，可以说浪费了那么大的恩宠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从小时候领洗，常常有机会听道理、领圣事、接近教会，天主给我很多的恩宠，可是有时候就是浪费了天主给的恩宠。圣道礼开始，我们一起忏悔，求天主宽恕我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上主，求你大发慈悲，赐给我们救恩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德，加强我们的望德，激发我们的爱德，使我们爱慕遵守你的诫命，以获得你的恩许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有望。阿们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我在基督内说实话，我绝不说谎，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一同为我作证。我的忧愁深重，心中不断地痛苦，为了我的弟兄、我的同胞，即使被诅咒与基督隔绝，我也甘心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义子的名分、光荣、盟约、法律、礼仪和恩许都是他们的，圣主也是他们的，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应受赞美的天主。阿们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天主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天主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上主。西翁，你要赞颂你的天主，因为他巩固了你的城门，降服了在你中间的子女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天主，也使你的四境平安，让你饱享上好的麦面。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谕旨，他的圣旨即刻迅速传递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天主，他将自己的旨意晓谕了雅各，把自己的戒律启示给以色列，他没有这样恩待过任何国家，也从未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律法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天主。阿肋路亚，
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主说：“我的羊听从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”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领袖的家中吃饭，他们都在窥视他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，耶稣对法学士和法利赛人说：“在安息日许不许治病？”他们都闭口不语。耶稣扶着那个人，治好了他，叫他走了，然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有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谁不立刻拉他上来呢？”他们对这话都无法回答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耶稣跟法利赛人发生冲突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所以法利赛人不高兴。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很短的故事里面，耶稣两次问他们问题，那法利赛人两次都没有回答。有时候我会鼓励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啰嗦，祈祷的时候要多注意听天主向我们讲的话。不要认为我讲越多祈祷越好，天主早就知道了，他没有忘记我们需要什么。我们需要听天主的话，多听。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讲话也不好。有时候祈祷的时候，我们祈祷的时候，耶稣也会问一些问题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用圣经来祈祷，其实用圣经是非常好的祈祷的方式，就是因为这是天主讲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是参与教会的礼仪，圣道礼仪，我们会听到耶稣问我们一些问题。也许耶稣有时候也会问我们我们不想听到的问题，不方便回答的问题，我们还是要回答，勇敢的回答。比如说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，还是要花时间反省自己的生活。礼仪看圣经应该要让我们悔改改变，不是听一听很感动就好了。我们要悔改，那就是要回答一些问题。希望我们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都无法回答。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，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，聆听耶稣基督他问我们的问题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。
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赐给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羞恶。阿们。也许今天天主也会问我们一些问题，让我们勇敢地回答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圣道里里程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主领我到青草彼岸，歇在溪水旁。望闻是主与我一路同行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。我是主羊，青草彼强壮，我是。